子谦，你若听到像英杰好不好？无人感觉你见笑啊！子谦，是我感觉家己足见笑的，是我无应该犯迄种错误。子谦。 子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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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
你别再走啦，子倩，我要放开子倩，子倩在哪里啊？子倩，放手，子倩，子倩，阿杰，你别再走啦，子倩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走啊，子倩，子倩，危险啦，我不是我的女儿，还在危险，别去啊，妈，我去就好，你两个去，我去，我该做的我这怎么买单？你有看上我，你妈拢来啊！你哪有这么大胆哦？是不是老板家那个拢找来？你是害我无够肯下是吧？你别管我！子倩，你别顾忌他啦！你要放手，放手！子倩，啊！子倩。东军根本都无乱伦，你无血缘关系啦！妈，你奶公先用白钞，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子倩，你看娘姐，你听妈讲啦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哎，给我给我下！给！子倩，以后你莫管那个阿妈黑惊好不好？阿妈也袂堪住啦。子倩，妈，爸，你哪拢来啊？我甲恁家面子都下了了，我真正不应该你见面啊！你唔通安尼想啦，你甲东俊确实是无乱伦啦，妈，你别为着安慰我。就讲这种白草回来骗我，好不好？阿妈无骗你啦，虽然你是你妈生，跟我一点仔血缘关系拢无。奶安呢？你刚悄悄捡到那张纸，是啦，这就是当年国庆跟碧华签的捐赠接受者同意书。啊，今日发现，这样赶紧收起来。你看，这顶面的日期，就是你出世的前一年。迄当时啊，我甲恁爸爸结婚一段时间啊，啊，不过哦，拢一直无法度有心啊，我就去病医检查，才知影讲哦，原来恁爸爸
伊的精虫数量哦较少，所以较无简单会当有信。所以吼、哦，阮就甲阿妈参详，先去找一间精子银行，想讲吼、哦，先生一个囡仔，无得卡会替阮林家娶一个弟弟妹妹回来啊。有影啦，古早人确实有这款讲法，有当时啊想去外面抱一个回来饲，就真正有好消息。嗯，看这日期，阿杰甲伊就是一年后就写字签啦。是啦，你哦，有影是一个真有福气的囡仔。你出世无偌久吼，我甲恁爸爸就真自然有一个囡仔。就是后来我车祸闹掉的，你迄个无缘的小弟啦。所以后来我的不孕症好啊，才有子痛。后来医生有解释啦，有可能吼我有子孙，啊心内无啥物压力，所以吼、哦、就无生袂出来问题啦。你爱严重的代志，啥都袂卡在讲。你啥都要污骂我？我内污骂你吼，因为已经把你当作是亲生查某囝，唔只系无甲你讲啊。你是林家的子孙，是阿妈心肝头的一块吧？这是永远都袂改变的。阿妈，唔通甘苦，阿妈也唔甘。妈，休息，麦卡。拄才来到，甲恁高大兄的代志，绝对要处理好，千万唔通出什么差错。知影，另外。好啦，阿弟，我先甲四伟哥离开，恁才放会轻松。恁拢爱记哈，明仔载爱准时报到。好。徐思伟跟赖达离开啊，看因精心来安排，明仔一定有重要代志，先探听清楚，安尼一定做好准备。好大好大，我那臭孙子！哎呦，恁拢伫遮哦，哦，哎、欸，啊，唔是讲要叫妹妹，奈敢剩恁三个尔？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来来来，哎，恁四伟哥哦，讲恁啉醉哦，无够爽快，哎呦，传一支来。听讲一支的客商，甲一台车差不多，来，你看麦。哦，你看四伟哥对你哦，偌大方嘞，来来来来，过来啉掉，来来等者，哎，哎，哎，这是你的嘛，哎，哎，哎，我嘛来。哦，等者哦，好大了。啊！恁上班的哦，坠楼住哦，哎，好大好大好大！啊，赞赞赞！你敢拄着还未毕业啦？明仔载任务哦，爱好好做，来无？哎，那是一定的啦，我们这几个哦，拢有练过啦。嗯，哎呦，我跆拳道一级高手呢。哎呦，这厉害哦！哦，来来来，敬你一杯，敬你一杯，哎呦！哎呀！所以明仔载迄摊是要相拍，杜光亮阿英去做相拍机，是要拍啥？嗯，哦，阿爷赖大兄爱恁修理的对象是啥啊？真厉害哦！啊，除了一个高手，甲恁三个做会出嘛？我咯，唔惊拍啦，敢惊甜啦？啊，讲去甜一个人哦，伤高工啦，人最好办事啦。来来来，这个我厉害。刚刚是一款物件，这起码足贵啊！利用了吼，真正爽啊，过万啊！啊，莫怪我的头会这么戆，原来就是跟你讲一款物件。啊对啊，今天橘子山的农民被发起联署，张赖达找迄个细汉的，因的联盟。一定就是要去橘子山破坏连署，我还讲去等你一年。
那有这么多人打电话给我。子安，我跟你妈其实无血缘关系，我们并无乱伦。你快紧回来，别让大家烦恼。就算讲你无乱伦，你安尼嘛是婚内出轨啊！你俩算讲安尼做，敢会较轻心？叫做先生，请问有啥物代志？先生，你有啉酒哦？啊，无啊，我只是伫车顶休困尔。感谢你。啊，是啊。啊，你若汽车停了，我都把停车给。歹势啦，我是昨啉酒，我伫车顶困觉，即摆酒已经退啊。啊，警察先生，看你是要酒测哦，我拢完全配合。你刚才只有啉酒尔？是啊，啊，看你是要开单还是要酒测，我拢配合。啊，不过我即摆有技术要办，敢袂当好先离开？你无闲离开，麻烦你先落车。证件摕出来。无运动，不准跳。我怀疑你身高持有非法毒品，请你赶快登记警察局。子安，子安，你无代志吼？即马刚刚喏，身体够有倒位无爽快无？你奈狂心狂心呐？你敢毋知影？你的妈咪甲姑姑妈咪为着你，根本烦恼死的。我即马是可以当讲啥？怀疑警方拢已经甲恁讲我的状况啊，敢是？所以你嘛知影你做唔了代志啊？你敢唔免回去死嘞？你敢唔知影你的妈咪怎啊？伊无法度谅解伊，伊走去自杀，好个在往起个叫，难不你永远看到妈咪啊？你知影你出代志，伊本来伫接受治疗，马上走过来才看你，你敢一定甲伊客气？不怪妈的脾气也真厉害。子安，子安，你没有压力，我袂怪你。不过妈咪，是的啦。我的烦恼，我保证我以后每个犯同款的错误。我相信你，姑姑妈咪永远相信你。子涵，你敢真正不爱吵我？你不爱听妈妈？子涵啊！你哪会当咧想你妈的心啊？但不是你这笨手，最只该糟蹋我两个妈妈，哪有可能闹出这番代志？你去甲出现伫我面头前，你敢要死？我今麦直接甲你拍死！你要拍我用的，啊，不过先我替你办好搞好，对对，麻烦你。你这个案件，真侪妹妹哥哥只有我会当处理，你想我是较认真的。你莫俩准讲你袂遐认真，我着感谢你，我着原谅你。你会安尼做，只是叫我牵连着你的名声，你保护你家己尔啦。你甲妈的代志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